佛经十大专辑备用 underscore 选录偶意大师文章 underscore 复赞文香法复忏坛中斋佛仪赞你的藏菩萨忏愿仪后续摘录能理所理性空寂感应道交难思议我此道场如地珠释迦如来隐现中我身隐现如来前头面皆足归命理一心顶礼十方一切诸佛所有色身舍利形象浮屠庙塔一切佛事想于诸佛法身如虚空化世住世难思议我皆隐现化世前一一皆悉归命理一心顶礼的藏菩萨本愿经大乘大吉的藏实文经善查善恶业报经及十方三世一切法藏总三理想云真空法界如虚空常住法宝难思议我皆隐现法宝前莫不皆悉归命理十方佛有大福慧能救拔我及诸众生从二死海至三得岸从无始来不知诸法本性空寂广造众恶今知空寂为求菩提为众生故广修诸善便断众恶唯愿得藏慈悲摄受作是念已应起胡贵畅言至心忏悔我弟子某甲与法界众生自迷法性往受轮回无名复心不知出药怀聪明慢自食愚痴闻大乘法六生空劫波无因果断灭善根远离正性远离正愿离正意乐即以正见远善之事好处好时远离境界正定正慧随逐恶友起诸邪见造身语意无量罪业祸复毁谤大乘正法祸复毁谤独觉乘法祸复毁谤声闻乘法障蔽以没不令留步祸复于彼诸佛弟子若是法器若非法器具戒破戒下至无戒者片袈裟剃须法者多行愤恨喝骂毁辱讥刺诽谤引善扬恶以粗恶言其刻破邪打棒伤害侵夺衣钵侵夺资身绝其饮食退令还俗脱其袈裟枷锁系缚禁闭牢狱侵犯畜脑令不安乐夺苏赌钵及僧指物十恶五逆至一产皮成此业缘于无量劫堕诸恶趣被逆三途受种种苦痛楚难言摄得执欲
无量诸佛及大菩萨清晨供养，发怒忏除，复更护持无量道法，修学无量难行苦行，有彼业障，有余未尽，令我等辈未能证得安乐涅槃，未能证得三摩地门殊胜功德金像的藏菩萨摩诃萨及诸佛世尊，发大乘心，弘如来教，为令此土三宝种性威德炽盛，久住世故，为欲摧灭一切众生，坚固烦恼，令无余故，与诸众生复生惭愧，发怒忏悔，求悉消除，唯愿十方诸大慈尊及的藏大士哀悯复护，即把我等令此罪障皆得除灭，永不复受恶趣苦果。我等今者对世尊前及与大士以至诚心发真誓愿，从今已去乃至菩提，常愿不遇如是恶缘，决定不造如是重罪，终不回报诸佛正法，亦不触恼诸出家人，亦不挑坏众生法眼，亦不断灭三宝种性，唯愿世尊给予大士摄受正知所发誓愿，令我等早成十法及成十轮，获得无罪正怒法忍于三乘法，若三圣人即非法器的无误失于大乘法，身净无转，力会胜福，常的增长于一切地诸陀罗尼诸忍诸地，速的自在，常的直欲诸善之事，常的不离见一切佛及诸菩萨声闻弟子，不离闻法，不离清净，供养众生于诸善根，常能精进菩提行愿，无厌足心，先所造恶摧坏散灭，速能证得无上法轮，善巧方便成熟众生，皆令获得利益安乐。或一说或三说起立唱云：忏悔发愿已，归命礼三宝一礼已，起立正身运响，一切三宝遍满虚空，安坐法座，一一回身如法炫绕，此身如影，音声如响，普遍十方，上供三宝，下敬群灵，勿令心散，和雅畅云：南无十方佛，南无十方法，南无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的藏菩萨本愿经，南无大乘大吉的藏十轮经，南无战察善恶业报经，南无的藏菩萨摩诃萨，或三称，或七称，炫绕寂毕，回身至法座前，振立举赞的藏大士，誓愿弘生，明珠照破铁围城，今夕正幽冥，花雨缤纷，大地不阳春，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三称，回向记，礼忏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诚意诸有情，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自归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归依僧，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何难慎重，再礼佛三拜，问讯毕，次至敬事，或念的藏菩萨名，或持灭定业真言，或观大士平等法身，或作为心识等二种观道，为信为笃，则必能灭障，必正法忍矣。赞礼的藏菩萨忏愿仪中，后续名呼大法九音，人多谬解，知大放小，举世皆然，宁知地狱众苦，以随其后，因雅于报，富更难穷，故我的藏慈尊于大集会中现身闻相，而世尊广叹甚德，且为之较量云：假使有人于弥勒庙吉祥，并观自在普贤之类，请袈裟等大菩萨所，于百劫中至心皈依称念礼功，求诸所愿，不如有人于一时请皈依称念礼功的藏，以菩萨九修兼顾，大愿大悲，勇猛精进，过诸菩萨故也，盖末世之中笃言于大乘旨意，而躬行于僧行实难，宁知庆小谈大，并其大而易非，勿待用小，并其小而易大，故法华界弘经者，必依四安乐行，涅槃即坛常住佛性，由福戒律，今大士之功德独胜的非亦在此乎？至续生恨素生恶习，少年立彼三宝，造无间罪，赖善根未语的月本愿尊经，知有出世大孝，乃转邪见而生正性，人以谤法于业，虽心勤修正，不登法忍，每一展读大士三经，则不惊涕似横流，悲惜日之无知，感大士之枕拔也，
因念着至流转之日，与我同此过者不少，净宗十轮，并占察本院二点，数此依法，数积功敌先迁，克求后果，不终未无一行乎？未登无身正位，皆可修之。无论初心与久学也。